就在昨天，我发现了一款看起来十分复古的游戏，游戏的大小居然只有不到 200KB， 要知道现在一张图片都要几 MB 了。于是我怀着好奇心玩了一会儿，看上去是一款十分怀旧的 RPG， 但是当我企图打开游戏的第一扇门时，我才知道这个游戏并没有它看起来的那么简单。在这栋看上去破烂的大楼里，将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。一打开游戏啊，我就能感受到那满满的复古风格。在狱中我要扮演的女主叫小丽，刚来这座城市生活，而在前几天房屋中介告诉我，在繁华的市中心里居然有一套便宜的公寓。一开始也没多想就同意租下了这个屋子，开了几个小时的车，我终于来到了新家，是一栋三层楼的老旧石砖房，屋里的地毯也十分老旧，到处都是裂痕。来到二楼，我发现了一间不寻常的房间，这个房间的房门居然被木板钉死了。当我选择掰开木板进去看看时，突然画面一黑，过了一会后出现在我面前的只剩下打开的房门和一滴的液体，没想到开局就已经挂掉了。为了摸清这门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东西，无可奈何，我只能重新再玩一遍。这一次我先回到房间，在看了一下房间的情况之后，我来到大厅准备给邻居打个招呼。邻居名叫查尔斯，在这个地方已经住了很久了。当我询问隔壁房间的事实，他一句也不肯说，只是警告我住在这儿晚上千万不要出门。回到房间后联想到查尔斯的话，看来隔壁房间里那个东西应该只有晚上才会出来，只要我不主动触碰它，应该不会有什么事。由于今天搬家十分劳累，我便早早的上床睡觉。在半夜，一阵巨大的吵声吵醒了我。就在我准备看看外面的情况时，一个沉重的脚步声向我的房间走来。于是我赶紧躲进了走廊的衣柜里。在衣柜里时，我能感觉到什么东西就在我不远处。过了一会后，好像那人走远了。此时我离开衣柜想看看情况，突然一张鬼脸出现，我又无了。没想到这游戏的东西竟然这么的凶啊！重新读档之后，这次我在衣柜里一直躲到天亮。当我出门的时候，惊奇的发现左边门上的封条居然没了。这次我再次询问隔壁房间的事情时，查尔斯还是不肯说出真相。他居然说隔壁的房间从来就没有被木条封过。到底查尔斯在隐瞒什么？回到房间，我的电脑突然来了一封邮件，一看原来是中介发的。信上说这栋大楼有很多的租客都离奇的失踪了。中介告诉我，他可以帮我毁掉合约，明天去他办公室一趟。但是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这什么黑心中介啊！你要是早说的话，我就不租这房子了。看完邮件的内容之后，吓得我想赶紧离开这个大楼，但是信件的内容却让我感到好奇。租客都离奇失踪，那么查尔斯为什么一直在这住着？难道查尔斯才是那个可怕的怪物？此时我突然听到门外有求救声，好像是查尔斯。而此时隔壁的那扇门居然打开了。当我来到查尔斯的房间，发现他浑身都是液体。他告诉我那个怪物他已经控制不住了，请求我把他杀掉。他的枪在地下室里，子弹就藏在那个树下。之后查尔斯就嗝屁了。看来查尔斯跟那个怪物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趁着怪物还没来，我找到子弹之后，我就赶紧溜到了地下室，找到了一把霰弹枪。但是当我一出地下室，怪物就冲我扑来。就在我准备用枪干掉他时，发现枪里居然没有子弹，还好我先拿了子弹。就在怪物快要扑上我时，我撞上了子弹，一枪将那个怪物打成了两半。之后我来到那个房间，我终于知道那个怪物和查尔斯的秘密。原来这个怪物居然是查尔斯的猎人。在一次意外之后，查尔斯的猎人变成了吃人的怪物。在爱情面前，他选择了妥协，他将猎人关在这里，再用廉价的房租诱惑骗外人来居住，然后每天晚上将他放出去吃人。以前的租客都是被他吃掉的。在得知了一切的真相后，我逃离了这栋公寓，而此时这栋公寓也不知为何燃起了大火。看着眼前熊熊的大火，我决定将这个大楼的秘密带进我的坟墓。